把他的腰子砍出来。打武器不要着急。 没开一还好，怎么投这么点呢？再骗他一波，塔南在旁边。换完这波血，塔南就有机会抓了，他已经没药了。让塔南往 F6 那边走。 我操！这 Q 这翡翠不打排位会不会掉段？不太清楚我。以前我记得黄金不打排位不会掉段，现在我就不太知道了。那换来换去干什么呢？ 换来换去有什么说法吗？我省点状态，把后面的兵线退了。装逼。 有 TP 不回家搁这装逼，装逼就做了你。好，飞机少打点就记性好的，真的吗？但是我平时看女主播，她老让我刷飞机，我没有飞机，我就只能给她打一个。 看一下能不能不给他把兵线推完。就你有大是吧？就跟你撸到底，怎么了？背叛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刺人。 加个渡城，好像钱也不够。对线抢不过筒子，那没办法呀，这个就熟练度的问题。你们抢不到筒子，就等于制造一个。 秀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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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秀烂！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
武器装一，对面四个装一，一个装二。只有玩的辅助吧。我的仇恨想沾满鲜血。这哥们干嘛呢？仁慈已经和我的船一起沉没了。脏东西，人人有份。死亡的潮汐是着我的归来。他在后面玩手机吗？我操！不卡了，不卡了。没有什么好处。痛不痛？人人有份。谢谢小雷送的办卡，谢谢小雷，谢谢谢谢。更多火药，大海的人们背叛了我。我操！什么鬼？把残忍我人懵了。他到底玩不玩的呀？言语毫无意义，血肉才有分量。拜拜喽。和海水中重生。好，这就是比尔吉沃特。欢迎来到对抗路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阿兰，举报女巫。打北风赢了没有？借了。游戏打了二十多分钟，中野吵了二十分钟，你觉得能赢吗？真的呀、啊？不止我，反正上把就那把游戏打了多久，中野就吵了多久，从选英雄开始。剑魔快反应！早就无可再痛了。Enemy double kill。又一个。人人有份。剁碎他们的骨头。我操！我没看到他 Q 的位置。
哇操！一塔钱还掉了，我没知道。臭发！这球女技能丢的好厉害，球女。这样玩是吧？好好好好好好好。这么帅，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。更多火药，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却失去灵魂。气来，又一个，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给你十个档，你都不敢提过来。他们的尸体将飞满深渊。不是今天，
可惜没死，斩杀不了，操，无语。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，他妈150血左右，斩杀不了。他这血量要880多滴血才能斩杀。沾满鲜血，又一个，把他们连起来。后院着火喽！后院失火了，后院失火了。这波开了先锋也未必能推二塔，先留一手先回家也快，不着急，只要我不犯对面就要一直烦着我。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，对面要是烦着我那可好说呀，把你们都杀了。你 Q 不中老子走位接，我操，哎呀烦死了，会不会 Q 啊，最讨厌你这种人，技能都丢不准还乱 Q。 帅我！夏伯龙要刷了，我不太好去上路待，不先锋开中也行，我就不去边路了，一会又被逮了，可咋搞呀？开上路也行，老子偷偷摸摸的过去。烧吧！我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。感觉开中路更好。没有引爆筒子，我操 ，Q 歪了我的，不然我好像不用死哦，无语。这先锋好猛，哇操，缓慢的死去，他们的奖励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助人为乐是吧，摸摸摸这也摸那也摸，看到就烦。
割开的喉咙早就不可再多。不要有侥幸心理，很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好快的推！好快的推，跟不到他。啊！哇，他妈是真无语啊！我操，他这怎么把老子给晕了？我人懵啊！操了！服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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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服了！失去了船，我失去灵魂。啊，不关我事的呀，老子他妈路过的，丢了呀。他为什么一直在大里面扭？母鸡啊，母鸡他在扭什么呀？
操你！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卡了，兄弟们。